有此理！来人，立刻传顾云帆夫妇入宫觐见。臣顾云帆参见陛下。顾云帆，你可知罪啊？臣不知身犯何罪，请皇上明示。顾云帆，你少给我装无辜！今日之事，我已悉数禀告父皇。哼，殿下是指您垂涎夫人的美貌，对她出言调戏之事？胡说八道，本王才没有。真相如何？将今天在场的人通通找了，当面对质即可。请父皇明鉴，儿臣真的没有。够了，大皇子失仪在前，从今日起开始禁足，无故不得离开皇宫一步。至于顾夫人，必有行为不检之处，拖下去重达20大板。啊，慢，放肆！顾云帆，你还想抗旨不成？臣不敢，只是臣的夫人身体娇弱，难以受刑，请皇上允许臣代其受过。顾云帆，别以为你为我大楚立下战功赫赫，朕就不敢罚你。臣只求能护住自己心爱之人，绝非故意和皇上作对，请皇上明鉴。你，皇上，七皇子求见。他有什么事不见？七皇子说有要事禀告。选